解题：电容，电容大小识别与并联。如图所示，电容器两个并联，总电容量为多少？好，在34题，好，在34题，它给一个电容475K， 好，那我们要先把这个电容量的大小算出来，就是47×10^54再乘它大部分是 picofarad 法啦，所以47×10^54再乘以10^-12 ，pico 就等于10^-12。那你10^-12你要把它变成 microfarad 你可能会比较难画嘛，所以我习惯我会把它10^-12画两次，10^-6乘以10^-6，那前面把它搞在一起，10^-5410^-6弄出来就是10^-1，1乘进去4.7，10^-6就是 m， 所以我这一颗就是4.7 m， 结束了吗？没有，题目怎么说的？两个并联，那并联我的 C 的计算就同电阻的计算，所以把它加起来。4.7 μ 乘以2就等于9.4 μF， 所以就等于 B， 答案是 B。答案为 B。